当那边需要资源哦，他们过来哦。拜托，下次请至少有一个人在家里陪我好不好？要不然的话真的是我们打。冲破冲破，我身上有血装，我身上有血装，给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包就好了。不是，我身上已经有做好一套。小心哦，他们上面有一个人过来喽。你放箱子里就好了。然后他们啊，那个弓好烂哦。我抱不到，有一个黄黄，不是黄黄。你就说有人在打你就好，一直说有一个。哎咻哎咻，擦裤子。我先盖好了。有牛排又抢回来。只能做肉丝。哇，好多人来了！人来，巧克力打人。揍他！不要贴着，不要贴着，不要粘着，打到自己人。有一个。有打掉了。哎，巧克力。嘿，好凶啊！有人去铁矿洞了。我把他们侦察兵弄开箱子。哇！哎，你，我觉得你要收走，会被拿走。我拿一些。啊！对。从上面来了，有人冲我们家核心哦。这个宝箱有一点不安全。哇！有人冲我们家核心哦，小心。有我们在守。占领！我身上没有东西可以占的，他没东西可以占啊，我东西被拿走了，没办法占。好啦，这就有了啦。我这里没有，我可以啦。他不要干掉我，我画给你。我没有敲到，我没有敲到你。画给你。哦 ，nice 哦。家里守一下，我去换东西。我等下关台后画一个钻石钟送你。有一点点铁吗？我要酷。我现在有一点变态。家里有食物吗？我就是一点点铁。哎，没东西，你翻屁哟！去死！那个走中间那边。你学我这招，气死我了！题目还有铁吗？各位？有，里面还有一点。跑掉了。好，插一刀。没铁完再挖铁。哎，铁装的。有。哎，懂内的，哎，懂内的。小雨，你有没有食物可以丢给我一点？哦，我去帮你拿。这边啊，这边有胡萝卜。铁装。去。我去。有没有发现我们换一点毒箭？矿洞上面有一个人是在那边拿弓箭射。有啊，没办法，他就一直喜欢在那边玩啊。这里，有没有人做一个弓啊？有人从左边的左边的东西，天啊！繁星，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红石啊？太可怕了！哦，啊，我就一个人在里面自闭哦。繁星一直在里面自闭了，太强大了！它是有烟呢。你的红石多到我不知道该怎么用。有人从交易所这边上来了。哦，这里好亮哦！哎，新手一下靠。有，我一直在守。就是你这个。先简单的附魔一下好。你知道骂脏话吗？居然连等级都不够。听不懂了。就是你这个，什么声音呢？他是刚刚玩英雄，也是他想骂脏话的心情啊。没有。哎，有人有黄金吗？我没有。卖酒鸡腿。兔子那边有吗？好，至少鸡腿。黄金好了，我来挖黄金。那个汪汪可以给我三个铁吗？或者给我一个铁镐？对，鸡肉，小鸡，小鸡有钻石，大鸡，不能给他们拿到哎，他们这样就一套装。有，我过去，我再过去。嗯。好，毒箭，毒死他们！很毒，很毒。哇！好猛啊！我还抢好多下，这不是牛鬼？好猛！哇！耶！钻石耶！你们知道我用什么方法？哎，需要资源，需要资源，水里啊，被打掉了！巧克力，牛排 ，nice， 毒箭，地道在哪？地道在哪？他们太多人了，完了！我觉得地道被他们发现了。对啊，你在下后台讲出来的话是对啊，后台。汪汪，罗克利，你有三四个铁锭吗？哎，八戒哦，给你，八戒，谢谢。不是，哦，他在我地道下面挖陷阱，什么？下水啦，下水啊你！哎，就是我下水了。哎，不是，我来，左边一只猪油，666，那个什么交易所那。牛排，先讲一下哦，你们注意一下哦，没有牛排了。
是应该挖一些东西。他记得最爱没了。交易所左边那边有人。啊，好痛哦！好了，被敲到就算了。他记得女朋友被偷走了。哈哈，呀！好猛啊、哦！我的装备被罗克利拿走，哇！小雨好溜哦。可以啊，这个三十个铁物超所值啊！物超所值，赞赞赞！小雨立大功，太猛了、啊！小大功，哇！直接把我打下去。是什么？他跟他们家好盘哦，超能少都是仙人掌。有人在交易所上，真的、哦？咦，有人追我？他过来了，他在前面那边。噔噔噔！哎，全身铁装。全身，我们加！哎，加哦，注意哦！加！铁装，铁斗内的，斗内的！快快快，打他！斗内装备，我没有捡到！耶！没有捡到，你要裤子吗？我给你。嗯，又是缺裤子。我给你，有捡到。OK， 报仇了。好 ，nice。丢你身上。有人离开了，有人留下。谢谢。我回去。重新刷新。团团用了断线流。效果非常显著。这没有办法。我也不想这样。感谢你。没关系，人难免都会有这事。还好。还好有你在，杀怪给经验之类的。哎、欸，有人吸经验，苦力吧，吸经验。OK。我刚吸掉了。我现在想办法出去。哎、欸，吸、欸、人了。啊，帮你挖一个洞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从这里挖出去，Nice。咬回去啊！哦、等一下，我又那个了。啊，你又那个了，到底今天真的不行，到底如何？暖暖，你今天好惨哦！我今天很惨，我能体会当初风波的感觉了。超卡。欸、他们有人射弓箭过来。我们有牛排吃吗？有人在铺那个了。我要贴。有人在铺上面的那个五米底桥了啦。我要牛排。我已经铺到五米底桥了啦。我要牛排。等一下，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哎、欸，有人取名啊！有人替剑取名，神经病哦！太凶了！哎、欸欸，我知道我今天能干嘛，我今天就来看谁这边点泥土好了。欸、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巧克力，你真的很烦哦！巧克力，干我屁事！真的，那个巧克力把水果山挖掉啊！好，我今天是不是？啊 ，nice。我今天就做这件事情，反正我也不能嫩啦。我今天就挖山。好啊。你做这件事。好，我们俩一起挖山。欸、好可怜哦，我们食物只剩下红萝卜。还、欸、有谁要加料的吗？嫩拉超猛的。那嫩拉到底是什么鬼？重力山？怎么给经验的任务啊？天哪！有没有人可以把嫩拉过来啊？你要跟我等一下，天之归零，先打小鸡，先打小鸡，姚宇，你不要乱丢垃圾，我捡到你的瓶子了。好啦，随便啦，差不多吗？你要忘记我的账号？怎么？你没有我乱丢一块石头？掉箱子，有人在翻我。哎，小鸡嘞？小鸡掉下去了。小雨，你知道有两个人吗？那个旁边地道，我带你走。好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。罗颗粒，不要跑！哎，我不能摔倒啊，我摔倒效果就没了。好，慢慢来。哎，我拿走了。你先去。好，你把那个。呜，小鸡被他们打走了。我先去。好，你先去。你那个不要浪费掉，那个引擎不要浪费掉，让他们打我就好了。好，我好想。你们箱子有放什么吗？你可以先把他们绕出去吗？铁桩，好，那你过来。好，我推下去了。我好想用盗贼令把嫩拉抢过来哦。用巧克力杀死，也拿过来。巧克力杀死。巧克力。跟我比弓箭。哎呦！可是我只能吃红萝卜。右边有人来。第四阶段喽。我要等啊！小弓箭，救命啊！他箭，我看到了。他的箭太夸张了，他射一次他就死了耶。哎、欸，那我是不是去也会死啊？小雨有挖到吗？还没，等一下。经验好少哦。你给我下去，下去。好，下去。他是帮哈基说他想说的话吗？对。好、啊，我要来挖山了啦，其实。等级八。想到哎、欸，光头现在都还有办法。可以帮忙那个挖铁矿的人做一个铁矿专用的材质包。铁矿这是怎样的材质包？
就是那个在材质包里面塞音效、啊、然后呢，像我这样在那个铁矿洞前面放木头，然后呢木头破掉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抖的那个声音。右边有人来了，小心点！就知道敌人来了，敌人来了，有人在挖地洞，挖洞，哎，有人挖地洞。差点打他，才抢走，这个放在我身上，好痛啊！啊，差一点中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挖地洞啦！谢谢。哎、欸，你们是说有人在家里吗？全部人都在打他，太多人了，太多人打了。我们很多，他们太多人了。你没看到这边吗？这边被挖掉了。人越多打完越乱了、啊。对，人越多打不太起来、啊。我们现在有什么兵吗？欸、天眼兵或什么的。没有啊！走位出现，哎，绿宝石，潜龙地，来中路，来中路，哎、欸，很可怕，绿宝石啊，绿宝石啊，绿宝石，绿宝石，好可怜，真是红萝卜，那个很难打哦，那个超难打，会是等一下盾牌挡有用吗？现在还守卫那条线，好烦人哦。好长哦！矿洞这边就会看到一条黑黑的。对啊，对啊。超长的线。要怎么打啊？哎、欸，他们有人入侵了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挖地洞。哎、欸，中路深海守卫这么棒的，大家都不来啊？有没有要来啊？好啦，好，我看到啦。等一下，我一下我已经拿到五个绿宝石了。中路可以有人来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家里面有人他要进去了，他要冲进来了。哦，他死了，有了，这有白。那样子，他们绿宝石都要被他们拿走咯。那个，我先把铁波海通放到我的中介箱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我在中介箱再放一些铁。等一下。好。死了死了，我要去吸东西。你有什么笑声啊？你不要笑鬼，在笑什么？打哈打哈。我只是带了两组石头，然后叫他们铁矿穷乱放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这海，这深海在干嘛？这深海螺在干嘛？哦，还拔枪啊！救命啊！拔枪、啊！我先帮水上的人啊！射！哎，马上来啊！我在帮你们射。来了啦！哎呦，五颗，我拿到五颗了。来，小云走，小云走。快死了，那个快死了。给谁？这五颗给谁？我吃掉了，这里好多东西哦。看我！哎、欸，他死掉了，我去捡掩护。好，我掩护你。好痛哦，他们那个兔子。等一下，我们土挖够，我们去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掩护嘞，我在打，我在射，我在射。绿宝石不要放这里啊。我走另外一边。随机任务击杀敌军，经验值归零。经验值归零。又挖了他们。卖戏。过去的好，让他们不要命名。对。让他们不能命名。让他们不能命名。我们有黄金吗？可以吃肉吗？Yeah, 是不是后来没有人在挖黄金吗？耶、yeah, ，不能命名了吼！耶、yeah. ，我们有人在挖黄金吗？哎、欸，有牛排了，我拿走了。好、OK。哎、欸，这时候我们的哎，怎么？限空不是限空那个丢。丢有人需要清金石吗？不能浪费。怎么那么多人一起入侵啊？一定有人在地底啊。有啊，都是在地底下吧？这边是怎么回事？有人在上面射箭。上面吗？好。啊！我隐形被发现了。为什么？不。我还没做任何事情啊！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在叠， oh. 我在盖艺术。No， 他妈是杀人呢！艺术，我的妈！哎，有人隐形哦，有人隐形哦。哎、欸，我们家有人隐形了，隐形成效，他出去了吗？边走边打。有，我看到出去了，他出去了，因为死掉一刹那就发现家里有在这里效果。汪汪穿铁装，孩子，哦，对，我忘记卸下铁装，因为我是穿的，八级。哇嘞！穿铁装还这边隐形，没有那么会那个啊。对啊。山壁上有人来喽！有有有，有人来！
啊，打不到。嘿嘿，冲起来，冲起来，嘿！找到了，死掉，死掉，神秘商人，打掉，打掉，打掉！要超神秘商人快！瞬间安静，瞬间安静，超安静，超安静！哎，隐形，隐形的！跳出去了，我在干嘛？他上楼了，他上楼了，他上楼了。对，我听到声音了。他想要，可能想要打我们的侦察兵官。下去了，他下去了。他打我们侦察兵！罗克利是你，打死你！罗克利，巧克力，是罗克利。我们侦察兵应该还是可以推到上面吧？不要很激动，巧克力是你，不是我，我是无辜的。可以给我一下那个吗？附魔台吗？